沙頭角和坑村由李氏族人興建，李族為客家人，遠早於宋代末年定居福建，其後部分族人移居廣東省博羅縣。自1680年代後期，李德華與兒子權林遷移居至新安縣和坑，並建立和坑村。咁啊，佢喺我哋原籍博羅嘅，博羅過嚟呢個和坑入去第一世嘅，第二世權林即係佢個仔。咁啊，當時呢條村咧就唔係淨係姓李嘅，好多姓人嘅。就算後屘住下，淨係得我個姓。和坑顧名思義是指種植稻米的谷地。當李德華與李權林遷居和坑時，得風水名師李三友指點，在和坑坑口宅地建村，成為日後的上和坑村。這個堂呢，就是我們的怎麼說啊，即是每一個太公，每個太公呢，他又分那些子孫，好像我們三接堂啊，三接堂分了就是三個仔啦，三個仔之後，我哋上和坑咧，上和坑咧就係分咗個五福堂啦。五福堂大仔嚟嘅，就五個仔。五福堂之後有五個仔，我所以五福佢做一個、哦、即係五福臨門咁樣。唔係，就佢五福五個仔、哦。五個仔咧就係點講咧？我哋係叫做卡一卡卡，即係我哋叫嗰啲卡數、哦、一卡，即係佢係大仔咧就長子嚟嘅。咁啊，佢做一個堂，做一個祖堂，咁啊叫五福堂。咁我呢度咧叫培文堂，培文堂又分咗三個堂，培文堂三個，我哋係拉仔嚟嘅，拉仔有三個堂，一個培文堂，一個永傑堂，一個培德堂咁樣。世家大族，咁所以咧，佢哋就獨立咧，就會起一間書屋。咁其實喺香港嚟講，獨立起間書屋嘅宗族咧，或者一個氏族咧，其實就唔係好多。OK， 咁而家香港 keep 得最好咧，就已經係呢一間，你見到呢間叫鏡容書屋。由於鏡容書屋供教學之用，所以建築十分簡單，但很實用。建築物只有兩個廳堂同閣樓，分別用作課室同宿舍。正廳用作供奉孔子，而偏廳用作為課室。1986年夏季，最後一批學生離校之後，鏡容書屋正式結束。祠堂咁樣咧？其實咧，我哋祠堂就係呢一個阿公嘅啫，但係佢哋咧將佢個二房祠咧搬咗下邊，即係佢，所以佢嗰個係唔敢寫宗祠嘅，係寫二房家祠嘅。雖然李氏族人現時仍居於和坑三村。但部分村民自1950年代起已逐漸遷往市區，更有部分移居海外。上下和坑有乜？因為我呢啲上和坑咧，本身係一個德華公、權林公生咗三個仔啊嘛，三個仔叫三接，三接咧就係三個仔，咁三個仔分咗，我哋上和坑就大仔同細仔，下和坑嗰個二仔嚟嘅，遷落去嘅。下和坑同埋大朗都係遷過去，大朗係由下和坑遷過去嘅，咁啊，所以佢係第二個仔嚟嘅，所以係佢遷落去咧，我哋係佢咧叫我哋老圍嘅，早期叫我老圍嘅，咁後屘咧佢話我哋和坑，我哋叫我上邊，我哋下邊，咁佢叫下和坑咁樣啊嘛。建於1933年嘅發達堂，不但見證區內一個顯赫嘅客家家族嘅歷史，亦係折衷主義住宅建築嘅典型例子。呢一種風格為香港20世紀初期海外歸僑所採用。大屋樓高兩層，面闊五間，樓上樓下均有遊廊貫通，中央頂端有卷雲撞山花，刻上發達堂同埋1933等字。噴屬呢個竹林寺嘅，佢原籍都係江西嚟嘅，都係我哋祖師爺嚟嘅。佢玩銅鑼。墓現流傳於雲南省、河南省、河北省、廣東省、山西省、
各地区及族群的麒麟帽有不同的造型。中国最常见的麒麟帽是来自客家传统的客家帽。